但这样的酒你敢喝吗？这是苏格兰一个酒厂呢，他们推出了号称史上最贵、酒精浓度最强、最惊世骇俗的啤酒。那么居然每一瓶要500英镑，哎，相当于25000块台币，浓度55%。最特别的是，酒瓶居然是完整的动物尸体标本所做的，真的是噱头十足。